好，接下来呢，我们来邀请我们世界客属总会，我们邱进淳总会长，也是我们的前新竹县长，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邱进淳总会长。杨县长、大会主席、大会的会长，以及艺文界的各位我们先进前辈，我们立委啊，市民兄、夏将军，以及李教授，还有很多的知名的国家级知名的画家。第一个，首先欢迎大家到我们新竹地区，把这么好的作品能够分享我们新竹杨县长的所管区的各个好朋友一起分享。当然，这个地方是我过去从政的时间，在我县长过去的时候9年的时间，每逢不管大小我都亲自来主持。那时候我们的张局长啊，现在在中国医药大学里边附属医院里边当执行长。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因为我们新竹大家看到报纸，最近我们杨县长的跳跃式的进步很快，可以说是成绩都是 No.1。 为什么？人口一直进来，都是年轻的朋友。第二个，房子供不应求，虽然外地都有，但是呢，新竹地区6家高铁到目前为止建房率已经达到90%多，所以呢，这个情形下呢，都是年轻的朋友一路。那年轻朋友在哪里上班？园区，科学园区，也就是杨县长过去服务新竹科学园区、中部工业园区、台南工业园区的重镇，就是台积电以及向下游的所有的厂商的很多年轻的干部。所以最近资料就显示出来了，为什么 income 收入最高的地方？为什么？就是科技新贵就在我们新竹地区，台湾全省里面已经可以说房子盖起来，来这边住，来这边就业，来这边生小孩，来这边生活，来这边体验。需要什么？精神的食粮就是艺文。需要什么？得到艺术界的各位先进前辈把好的展品在我们新竹文化局的一楼里边来展览。听说谢会长有告诉我楼下也有啊，新锐奖的，就代表什么？薪火相传。今天看到大会的主席还有会长以及各个来自于台湾全省各个艺文界的先进前辈，都是荣光盖籍，都是好的东西啊，都提供出来，没有吝啬。虽然疫情还是2级时间，但是呢，现在比较减缓一点。杨县长特别通融啊，特别通融啊，各方面啊，能够继续的把中华文化、把艺文带到新竹来，是新竹之福。也是听说还有我们警戒的长官，还有我们空军的长官，还有很多国立大学的很多艺文界的教授名家，是属于国家级的，都能够共襄盛举，能够把我们的后辈把它看起来，变成一个非常好杰出的年轻朋友。所以唯有荣焉，我在此特别分享企业，也分享成果，更分享各位的光临，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尤其这段时间可以讲都是非常闷的时候，被关紧闭一样，不能乱乱跑。但是呢，到我们文化局来，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作品，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学生，产品都是作品都能够分享，我相信大家都有福气。在此庆祝今天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也祝福老师们、教授们以及各位作家们，大家能够发挥创意，让我们最好的在我们大新竹地区能够和我们大家呢，是生活的情绪需要调养。为什么？科技界的压力很大，它不是和国内竞争哦，它是和国际间竞争。所以现在台积电还有其他各方面半导体晶片等等都非常，可以说换疫苗就代表什么？有肯定，受到国际的肯定。所以呢，各位的成品、各位的作品也受到肯定，大家掌声给自己鼓励鼓励啊！谢谢各位，祝大会顺利圆满，把这个作品呢
能够看中意的就买回去啊，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好，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邱进淳邱总会长，谢谢。